深读一分钟，你的健康深读馆。认高症都对妈妈做了什么？申都君带你们到认高症的犯罪现场去看看。认高症来临，每一寸血管承受的压力都在增加，这时脆弱的血管最先挺不住，挺不住的下场很简单，爆血管。如果是脑袋里的血管爆开了，这就是脑溢血了。如果是肝脏部位的血管爆开了，这就会造成肝损伤，严重时肝是会破裂的。认高症会造成肾损伤，严重时会导致肾功能衰竭，高血压损害视网膜的毛细血管，导致视力下降，严重时可以造成失明。当心脏面对认高症的时候，就像是杨白劳见到了黄世仁。认高症让心脏不停地干活，心脏还没吃没喝的心肌缺血，最后心脏被活活累死，造成心肌梗死、心力衰竭。深读是个宝，常看身体好。